点、暗黄、粗糙的皮肤、干绷、敏感、脱屑和皱纹，干性皮肤真的很苦恼。自古便有肤若凝脂、吹弹可破等词语来形容女性美好的皮肤啊。当然作为女性，哪怕到了80岁，也不希望自己的皮肤像树皮一样的粗糙。在各种肤质当中，干性皮肤的人特别容易出现衰老的状况，例如出现老年斑、皮肤出现皱纹，这又使皮肤显得更加粗糙。我们把干性皮肤又称为干燥性皮肤。那所谓干燥型的皮肤，是指的皮肤的肤质缺少水分、缺少油脂，感觉不舒服的一种现象。当感觉到皮肤油脂分泌量少、皮肤干燥、缺少油脂、皮纹细、毛孔不明显，洗脸后你会感觉到皮肤一种紧绷的感觉啊。对外界的刺激，像气候、温度，对这种刺激太敏感了，皮肤容易出现皲裂、脱屑、皱纹。这些情况出现了以后就应该注意了，那证明你可能是干性皮肤或者干燥性的皮肤。根据皮肤含水量、皮脂分泌的状况，还有其他几种类型，其中就包括第一个，就是中性的皮肤，也称普通性皮肤，也是我们最理想的一种皮肤类型。它这种皮肤会有什么的表现呢？它的皮脂的分泌油脂量是适中的，皮肤表面光滑细腻，不干燥不油腻，有弹性，对外界刺激它的适应性是比较强的。油性皮肤也称为多脂型的皮肤啊，多见于中青年及肥胖者。它的皮脂腺分泌旺盛，皮肤外观是油腻发亮，毛孔粗大，容易粘附一些灰尘。这一类型的皮肤的肤色往往是偏深偏暗，但它的弹性是比较好的，不容易出现皱纹，对外界刺激一般不敏感。日常生活当中造成干性皮肤的原因，除了先天性的因素之外，其他的像年龄增长啊、天气变化、睡眠不足、过度疲劳、冲澡、水过热、洗涤用品碱性太强，都是导致皮肤的肤质干燥的重要因素。在春秋之际，天气干燥，很多人尤其是干性肤质的人会觉得皮肤干干的不舒服。皮肤干燥在一定程度上与体内缺水有关，在中医上称之为内燥与火邪炽盛。中医将体内各种正常的水液称为津液，津液主要与肺、脾、肾三个脏器有关。津液散布于体表，能温润肌肤，内注于身体，能灌溉脏腑，输送于孔窍，可以润泽耳、目、口、鼻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津液与皮肤美容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。津液充足可以使皮肤有弹性、饱满、湿润，不容易老化。由于保养不当，或者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变、遗传因素或者某些疾病，均可导致津液的大量流失，面部肌肤就会出现干燥，失去红润光泽，没有弹性，粗糙、晦暗，甚至萎黄。那么从中医的角度，如何辨证论治干性皮肤呢？针对不同类型的皮肤干燥的问题，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调理方法。肺胃金伤型，它的主要表现为皮肤干燥、鼻咽干燥、干渴无痰、口渴欲饮、大便干结、小便胆少。看看它的舌头，舌质是红的、少津的。治疗的时候，我们的原则应该是生津润燥为主。代表的中药方子有沙参脉动汤。沙参脉动汤的主要药物组成包括沙参、玉竹、白芍、甘草、桑叶、白扁豆、天花粉、麦冬。另外一种类型就是肝肾阴亏型的，它的主要表现为皮肤干燥皲裂、咽干口苦、腰膝酸软、五心烦热。治疗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以滋阴养血为原则，它的代表方子
就是一个六味地黄丸。药物组成包括像熟地黄、山萸肉、山药、泽泻、牡丹皮、茯苓等等。另外一种类型就是心火炽盛型的，表现为皮肤干燥以外，它出现心烦、失眠、面迟、口渴、口舌生疮。这时候的治疗原则主要是清心泻火，代表的重要方子有黄连、阿胶汤。它的药物组成有黄连、阿胶、黄芩、白芍、鸡子黄。另外一种类型就是肝火亢盛型的，它的主要表现为皮肤干燥、皲裂、头痛、头晕、面红目赤、耳鸣如潮、口苦咽干、烦躁易怒，另外还伴有什么胸胁、胀痛等等吧，这些症状。它的舌苔脉象主要表现为舌质是红的，苔是黄的，脉是悬的。它的治疗的原则是清肝泻火，代表的方子也是非常常用的，就是龙胆泻肝汤。它的主要药物组成有像龙胆草、柴胡、黄芩、栀子、当归、生地黄、车前子、木通、泽泻、生甘草。皮肤干燥分有很多类型，临床上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体质类型对症治疗，才能起到最好的疗效。另外我们要尽量减少用这些化学刺激性的物品，这些物品涂在皮肤上会使皮肤遭受到各种损害。这里教给大家一款常用的调腐粥，这个粥主要是有什么作用呢？主要是补肾健脾、滋阴运燥、调养气血的。它的主要的组成有哪一些呢？你像我们常用的像核桃仁、枸杞、常吃的黑芝麻、黑豆、小米。另外给大家推荐一款药茶，枸杞红枣茶，两味药物放在开水里边浸泡，一般15到20分钟就可以了。这两味药物合在一起，就是有个滋阴、养血、润燥、润腑的作用。一是体质实症的人尽量不要用这个方子，血糖高的人也不要用这一个方子。这木耳味道鲜美，是餐桌上常用的一道菜、一道食品啊。经常食用木耳可以使皮肤变得水嫩光滑细腻，因为木耳当中含有多种维生素、微量元素、矿物质。中医讲燥邪容易伤肺啊，而五脏当中的肺对应的是它的颜色是白色，所以有些白色的食物可以起到滋润肺脏，起到补水的作用。像我们经常冬季吃的，像吃点百合啊，像银耳啊、莲藕啊、莲子，用它来做菜或者煮粥都是可以起到润肤的作用。选用洁肤品的时候，不要用含有碱性太强的一些洁肤品，选一个合适的刺激性小的洁肤品，同时要避免过度的清洗。其实我们在临床上见到干性皮肤的人，由于过度清洗而导致的问题是非常多的，特别是老年人。老年人本身皮肤就干燥，是吧？随着年龄增长，它分泌的油脂成分少，过度的清洁，到了冬季最常见的就是老年皮肤瘙痒症。对年轻人来讲，过度的清洁皮肤，皮肤过度的敏感，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？出现过敏性的症状啊，外在的灰尘啊、花粉啊这些脏东西对皮肤一种刺激，很容易出现过敏性的皮炎。本期我们讲了关于干性皮肤如何调理，那么油性皮肤的人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？下期给大家带来油性皮肤的调理办法。